你有没有注意到阿基塞他从头到尾一直在和我们了解的是说符合的我们基础活动的精神就是吃在地吃冬季，他每次讲说都是现在的食材，没错，是，而且把所有的食材发挥到淋漓尽致，是，这是我们爱学习的所在。嗯，这个鲜味好像马上跑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对，那个鲜味。哦，你看老表经年吼，伊顶底伊就强强滚啦吼。嗯。啊，即马即个蛤蟆汤咱就甲拼落来。啊，我调味料，即马规个味拢互食我来了，再放两粒啊盐花啊，安尼就好势啊。咱只有法度食营养，佮食健康，是好无？唔好每一项拢掺一堆有诶无诶乌白掺。嗯。啊，到底咧食啥？嗯。哦，所以咱即点特别爱料理诶所在，伫遐甲各位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吼，即、這个经验。好，来，加淡薄仔盐。哦，安尼一点啊就好啊，吼，一点啊盐就好啊。哦，我搁放淡薄仔香油。哦，啊，咱即马上尾溜起锅的时候，即头拄啊白出来蛤蟆汤吼，咱较炒蛤蟆，咱就用蛤蟆汤啊，卖一挂啥物牛肉汤啦，有诶无，乌白掺哦，无意思哦，吼。后来，后来啊，豆菜芽啊炒蛤蟆吧，恁捌食过无？来，咱今仔用着咱当地上界水的韭菜吼，来完成这碗菜，和各位大家好朋友来品一下。来，放心哦，虽然无介大个火，但是我拢有炒甲滚哦吼，你唔免烦恼讲食了会安怎。有色啦，有啦，啊，讲拢有猪头，有猪头，拢有色，有猪头，吼，这上重要。好，谢谢。哦，谢谢我们的阿基师，利落的伸手。对呀、啊，好漂亮、哦。来，蛤蜊炒鹰牙棒双龙会，希望所有好朋友大家喜欢，谢谢你们。再次，阿伯，多谢，多谢您的鼓励，多谢。谢谢阿基师，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阿基师，今天在我们的大台中地区所举行的台中金精米，浓情好滋味。大展身手，让我们了解到，谢谢立伟啊，谢谢立伟，多谢咱国区的这个农会干事哈，多谢大家，感谢。好，活动圆满的告个段落了，我们期待下次再来 PK 喽。谢谢。好，我们请农会的李监事群请上来。好，我们的阿基师，我们的刚才的第一道菜可以打开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好好好，顺利哦，顺利，较慢一点，较慢一点嘛。来，咱用这托盘底来，汤嘞，啊，请我抓起来，嘿，来，请我抓起来，都熟了耶，真好。农会的工作人员请上台，新社区农会所有的工作伙伴请上台，新社农会的工作伙伴请上台。好，谢谢，多谢。后来谢谢。播了金曲奖的片尾，真不赖。是不是来跟我们一起拍照啊？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哦！多谢，总干事多谢，喂，多谢，多谢哈！来，多谢李书记，多谢，谢谢妈妈，谢谢夫人你好。